看，我可以给你拍个照片吗？好啊好啊，我觉得你衣品很棒，很好，求之不得。你相机要不要让你朋友拿一下？还是或者你拿着也可以，就拿着吧，就拿着吧。对，啊，不要靠，不要靠那个太紧，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，往我这边，往我这边，好，好，可以，非常棒，我可以把啊，再缓存，稍微等一下。好，哦，真不错，我今天的内容有点水了。大概这样子，就三张照片，可以吗？好，好，我可以把刚刚的拍摄过程传到我的社交媒体吗？可以，可以。怎么冲？拍我全身的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再来一张是吧？对。你是发什么平台啊？我给你看一下，我自己的账号主要在小红书。我主要传到这三个平台，你要看哪个？微信也传，是视频号那个。视频号对。行，加那个微信先吧。啊，微信是另外一个手机。你是要照片是吧？对，照片也要。好的。发了之后我也要看看。好的。那我可以传到我的社交媒体。可以，可以， okay、可以。怎么称呼你？我发我那个名字给你。好的好的，我叫徐旭东，就上也是我微信的名字。我昨天也来了，不过昨天跟我老板来。啊，昨天我没来。你是做什么行业的？就是时装吗？我做自媒体的，你可以理解为。然后，不过我们主要是做西装的内容。啊，穿搭吗？对，我自己也有账号，不过我自己是做穿搭的。啊，我可以关注你一下吗？小红书我发一下我的，就是我昨天来的。哦。昨天就长枪短炮的了，所以我觉得你衣品很棒，还凑合，厉害厉害，好，耽误你时间了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。